哎、欸，不要在后面偷袭，秀康。偷袭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怪的偷袭你了，在后面偷袭。偷袭那个技能。我对男的没兴趣哦。秀康，吃龟壳。你去假赛啦，龟龟。哇，干嘛？不是我，想弄我啊？假赛呢？不爱啦。撞我！不是撞我。老师，你都看错了吧？他们两个超前。来，米露风。干你！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凶，好凶。啊哦。秀康搞等来啊！秀康等来哟、喔！最好不要射秀康龟壳射到我头上，你就毙了。什么叫？那你借过啊？你要借过啊？我还要借你过，哭啊！OK。在开车，但我听不懂。我可以砸他了，秀康 KC 有啦。秀康 KC 啊！阿哥哟！我看到霸凌现场。大家都喜欢这招，可爱博胜帅，我现在要使出这一招了，我要干扰别人。哇，闭嘴啦，闭嘴！博胜可爱，博胜帅，博胜这是众的最爱。哎呦，押韵呢？有啊，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慎重发明的。我要保什么博胜可爱，博胜帅，然后嘞？博胜是慎重的最爱。哦，博胜是慎重的最爱。押韵。哎，这样子可以。一个人呢、欸？哇，我这好容易被动摇。你看，如果羞不羞耻啊？你们羞？对啊，我觉得还好、啊。我们就是不知羞耻的一群人啊！你是不是？羞耻的是你啊，不是我们啊！谁撞我？博胜是不是？博胜可爱，博胜帅，博胜。博胜是慎重的最爱。博胜是慎重的最爱。不是可爱，不是谁。闭嘴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可爱，不是帅。你们一直敌我，我干什么？因为博士不是第一名了。我都在后面这么久了，你们还要欺负我？一样。听起来没良心。好像还是修发电机比较赚。秀康，你不要掉！秀康，你为什么要害我掉下去？为什么我害你掉下去？撞到啊！两个人直接冲下去。我是因为没注意，我是因为弯不回来啊。可是那个麋鹿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我一起下去啦。我也弯不回去啦。你那怪我喽，怪我喽。啊，直到香蕉啦。不是都应该要这样吗？身为一个，算了。不行，喂，什么？刚刚讲什么？没事。你不要突然。哦，蓝龟壳。阿巴拉。蓝龟壳。蓝龟壳啦。龟。不要自己变音。不要怪腔怪调的。你现在是嫌我怪腔怪调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有嫌你大舌头了，你说我怪腔怪调。等一下，大舌头错了吗？他其实不是大舌头，他是那个。可以。草莓为什么啊？啊，吃到香蕉。啊，掉去了吗？啊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屁啊，两个人同时打我，你想的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你们两个都有那没有，我只是经过，我经过。我觉得这一场好多精华、啊，什么吃到香蕉啊之类的。哦，怎么会有人走路走到一半吃到香蕉啊？可怕、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在后面偷袭，秀康。偷袭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讲话太快了，偷袭你了！后面偷袭，我才偷袭那个技能。我对男的没兴趣哦，我对男的没兴趣哦。
得你是鬼鬼子吗？你不是啊，你只是鬼鬼。偷七那就是气流啦、欸啊，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越野车跟小车、小摩托车。哎，鬼鬼最喜欢哪一种？我都骑小台的。我喜欢大车。小绵羊吗？我都骑毛毛虫。毛毛虫。你骑在毛毛虫，你是在暗喻什么吗？什么什么暗什么暗喻什么？哦，你在暗喻，我知道。不是啊，我的角色是骑了毛毛虫哦。我都骑了毛毛虫。大家请问那个毛毛虫是扭来扭去，然后上面刺刺的？哦，没有，上面没有刺刺的，但上面一颗一颗的。我脑中闪过好多高中的话题。一颗一颗的，所以是不是、啊？你看我骑的那个是有那个表面有凸起有珠子嘛，对不对？哦。我怎么都听不懂，因为它毛毛虫的形状就这样啊！你看我的骑，你看我的车，你看我的车，你看你骑，你看我的，你看我的骑，你看我的车嘛，我就一颗一颗的毛毛虫呗。是哦，你看我的骑哦，你要来看我的毛毛虫节点？要不要看我的骑啊？哎呀，小妹妹，你长这么大了！哇，你的毛毛虫都变态了。哇，你的毛毛虫好变态哦！完全变态！我开的毛毛虫，接受我多少零件了，还敢说啊？我，所以我刚才都用同一台啊。嗯，是哦，怎么进的？哎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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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然来看我的毛毛虫吗？我是不看，不够大，没有兴趣。不要。你来看看大不大啊？好，来，我去看一下。你如果不够大，你就完喽，别切掉哦，我跟你讲。你是可以切毛毛虫，太残忍了吧？为什么可以公开约人家来看毛毛虫？不是，毛毛虫，毛毛虫怎么了吗？毛毛虫也是生命啊，尊重一下好不好？对啊，你没有尊重过毛毛虫吗？你没有想过毛毛虫？有没有想过它的感受？它会哭哦。我就看，可以观赏它。啊！死的龟壳吧！屁股也掉下去了、哦欸。哇！就在你屁股后面掉下去的。那、啊、你就是爱对了哇、啊！谁叫你？哦。魔色好帅，好可爱。啊，好了好了，魔色好可爱。鬼鬼的毛毛虫好可爱，这样可以吗？还蛮可爱的啊。可爱的毛毛。是哦。好奇的。我骑的这台车很可爱哦、嗯。你的毛毛虫真的很可爱，好不好？你的毛毛虫很可爱。到底毛毛虫什么？你到底要讲什么？没有啊，你的毛虫可爱啊，怎么了吗？不要再毛毛虫。但是其他人笑得很奇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笑得那么奇怪啦，可能你知道。毛毛虫，我个人有分数六九哎、欸。我个人是不喜欢啦，我个人是不喜欢。哎呀，好烦哦！我到底要不要接话？什么鬼鬼？毛毛虫？妈，我怎么知道？你量量看啊！啊，好啊，来，那你不要动，我来量。待这里就不要动嘛，我来量一下嘛，来，来嘛。不会，我边走边量哦。什么什么叫边走边量？你就是不想摸我的嘛。差点掉下去。哇哦！那我们就没做了，假车祸啊！碰瓷啊，小婊子！可以吃香蕉啊！喂，不要，我来吃香蕉。什么东西？你这样子感觉像在开车哎、欸！吃香蕉？羽毛过去吃香蕉？我没有叫你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我的，我没有这样说好吗？叫羽毛会不会吃你的香蕉？我没有这样说吧。Oh, no. 我觉得你超意有点多哦。哇！靠！没有在看，看白痴哦！还有红棍的。哇！这些闷声好大声。油门在吹了，好你要车坏了吧？
可是香蕉很有营养哎，香蕉很有营养吗？对啊，香蕉的确蛮有营养的啦。对啊，各位小朋友们，香蕉一定要放到黄色了才能剥皮之后才能吃哦，千万不要连皮一起吃。那绿色的不能吃吗？绿色的尽量不要，因为吃起来的话呢，就是不是很喜欢吃。可是对，是特殊的玩法的人才会喜欢吃这样子，好。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输了要玩惩罚，就是玩惩罚游戏输了，所以他们才会吃那种绿色的香蕉。可是有一些芭蕉不是就是绿色的吗？芭蕉好小，那也是还跟我那个说香蕉，你跟我说芭蕉，那也是还没少吧？香蕉跟芭蕉不是都是香蕉哦？不是，品种不太一样，可是那也还没熟吧？像我那么喜欢吃那种比较黄，然后比较粗、比较大的那一种，就哦。可是你那种不会放到太软吗？我就会趁它软之前就吃了、啊，只要放到软才吃啊。不一定啊，阿妈就喜欢吃软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又不是阿妈，也不是。阿妈，阿妈，这是我的广告。吃我一锤，吃我的香蕉。等、嗯。我是要请大家吃香蕉。尝一下。哦。你们要请你吃。这是哪里啊？自然。哦，原来大家不喊我。大家不喊你。哦。羽毛在说了，大家。羽毛在说。喊一下。大家都已经，羽毛现在呼吁了，大家还不喊。各位喊一下。喊一下，喊一下。火锅不包含，会，会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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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一下谁呀？哇、哦，后面是谁？后面好流利、哦。哇！臭电脑。那会。妈的！哦，第一名不是我，第一名不是我。快点后退，不要当第一名。瞬间跑走。吃龟壳哦！哎、欸，有人知道了。下一个要吃龟壳的是谁？不是我，不是我啊！狗烂你！小康打他！我没有杀他，现在是团体战。鬼鬼色的，是鬼鬼色的。色鬼鬼啊，混啊！混啊！吃香蕉啦！靠被女，好好的妈的，本来不想射你吧？哇！哎、欸，你射到我一白痴哦！没办法，我声东击西。声东击西，再下去。靠呀！你射屁啊！鸡巴耶！友情就是这么脆弱啦！亚赛啦！前一秒是朋友，后面就是敌人。记得订阅咪的频道，更多影片在这边。